吉利，有一片热土正在悄然崛起。它地处长春、吉林两大城市之间的画皮厂镇，是机场一体化旅游产业的重点建设项目，是吉林市松花江房地产公司推出的省内规模最大的旅游观光、休闲度假、养生养老、生态宜居型项目。四季祥康温泉小镇，四季祥康温泉小镇所处的画皮厂镇，即被开发带的重点部位，是吉林市城镇化建设试点镇，总面积178平方公里，距离吉林市26公里，长春市65公里，龙家机场50公里，及北线公路和长途城际铁路贯通本镇，交通十分便捷，发展远景十分广阔。四季祥康温泉小镇是吉林省内最受瞩目的龙头项目，总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，项目由具有温泉洗浴、商务会议、养生保健、娱乐健身等多功能业态于一体的度假酒店、风情商业街、国际购物中心、绿色农业观光园、亲情别墅、度假洋房、中心会所、生态养老中心所组成，坐拥绝佳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旅游资源，周围具有吉林武松、松花湖、长白山等著名景点，同时拥有远近闻名的长白山地热带温泉资源，水资源十分丰富，并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经常洗浴可治疗多种疾病和缓解疲劳。温泉度假酒店，独特上层建筑，现代文明与建筑完美交融。完善的景观配套与泡汤池完美结合，体会温泉水独有的功效，品味中医、药物、康体、美容的完美结合，各种大小会议厅、宴会厅，满足您的各种商务会议需求。商务之余，体味最温暖的温泉时光。10万平方米风情商业街区，明快的色彩，现代时尚的街铺，享受购物，享受生活。雕塑感的大门，华丽时尚，是成功者步入健康生活的新起点。温泉会所，水滴般的建筑，私密的空间布局。温泉餐厅、咖啡厅、室外泡池，家人朋友聚会的最佳场所。清景别墅，叠层错落，私密自然，都是为享受尊贵生活的您精心打造。小区景观自然，赏心悦目。温泉入户，使您24小时尽情享受来自地下2300米深层盐温泉，超大花园、文化广场、小桥流水，绿荫环绕，一步幻境，清香宜人，让你随时忘却自己，亲近自然。5星级物管服务，智能化生活配套，全方位悉心呵护，只为让你尽情享受自然的、无压的、健康的高品质私密生活。这里将是一处宜居、宜乐、宜养、宜业的生态型旅游高端社区。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，已经让您找不到心灵的净土，高尚宁静的品质生活已成为一种奢求。自然的健康居所将是成功者新的身份象征。四季祥康温泉小镇，
让您在自然中呼吸新鲜空气，让您在自然中陶冶情操，让您在自然中享受真正的健康生活。四季祥康温泉小镇，健康生活定制专家。